对，这是等于两节课啦。迄、那个歌唱的部分哈，因为下午哈有迄个歌唱课，啊，因为这节课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对咱所有的学员，会当讲将来拢是民政府的干部，啊，这个干部哈，尤其是对这个政府机关的迄个预算、会计、财务啊。各位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你若无迄个初步的了解、初步的概念吼，你后摆民政府派你去做对一个职务的时候，啊，你会很头痛。所以呢，各位两点兼顾吼，我是希望讲咱所有的学员吼，爱注意听，啊，做笔记，哦，要做笔记，因为这个张教授吼，伊是咱的参议院的迄个议长，啊，伊是博士。尤其是咱台湾过去伊甲国际间的迄个啊，做会计审计啊，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各国即课即节课吼，我要求咱所有学员哦，爱做笔记，爱注意甲听。吼、哦，伊讲一寡概念吼、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若无后摆吼，你去做官吼、哦，你吼你的迄个事务官甲你欺负啦。吼、哦，我即讲的就是安尼，啊，无咱来准备上课。起立。立正，行嘞，好，请坐。林秘书长，啊，甲各州的啊州长，啊，大家同心，啊，大家好。啊，今日有这个机会，甲大家伫遮结缘，啊，足难得个时间，啊，会大家拢拨家己个工作，啊来遮受训，啊来遮训练，大家拢看到台湾拢有希望。如果咱家己认为拢有希望，那爱把这个福音传予大家台湾人民，让咱台湾人民拢会了解咱台湾民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台湾人民带更啊，幸福。所以咱啊，民政府爱去一切事情设施，拢爱去考虑着讲，咱这个钱要用的代，唔好成功。国民党啊，政府乌白开花不去，人民所交的税。是血汗钱，啊！伊乌白甲你用，拢啊35亿，啊！对咱的农民的补助，拢无去规划，啊，无去做改进。即个官员认为讲，因拢无代志，认为讲。啊，这不是因的代志，所以我感受到讲，咱民政府以后的成员必须要有这个心情，也未发生的代志，咱要事先要有一个啊通盘的计划。真也是事实的代志，员工一年一年拢直直发生。咱所看到的啊，一年一年拢同款，啊，某一个方式拢无在咧进步，啊，这是什么原因？啊，这认为讲，恁家拢是讲百姓啦，我做啊国民党官员，我则是啊外来政权来统治恁，伊无甲你考虑讲咱的。生活安怎？啊，
因为首先啊，我要到这啊来讲一个啊，咱要这个课甲车拢有关系，是安怎有关系？这就是甲会计制度啊，甲内部控制拢相当的关系，所以这点希望恁大家我会了解讲，那是咱啊有啊要做的事情，拢爱去考虑到讲对人民有啥物贡献，啊伊的效力啊会进行啊。我感觉应该实际上国家应该足简单来处理，好像最近的蛟龙的代志，成立一寡啊，咱会有做啊，有国营的、有党营的机关，啊，咱国营的机关，咱会无法度去把这些金招来提去砍数，让国家来负责控制这个数量。我看唔知啊，大家唔知捌食到金招干无？啊，这也是足简单的代志，大家都想会到。啊，咱政府唔知咧创啥物？哦，咱记一个例，就会了解讲，即个执政的即个人啊，即个单位的即个官员，本身一定爱家己有心要来做代志，唔是讲啊发生啊，诶，啊你奈唔较早讲咧？我真正听到实在。咱会伫足伤心地讲，咱会选出来政府吼是安尼啦。啊，所以我要阁讲，为什么啊？咱即节有要阁啊讲，咱的迄、那个啊，咱所讲的，咱有讲的就是国迄、那个叫做。特资会啦，特机会啊，啊，甲这个叫做啊，国务秘藏这些啦，啊，或是说啊，国务机要会啊，特别会啊，这个费用，那我的看法啦，这甲主管都无关系，为什么？现在我们阿辉亚总统才给你拨出说那个啊咱的叫做啊国安啊那个基金上的应用上有问题，啊跟什么阿扁啊那个国务机要会有问题，哎、欸、啊，奇怪吼、哦，大家想看卖吼、哦，新界个部有一个官员判刑啊无？有啊无？咱大家想，啊那遐奇怪，管钱的人，咱钱要开一袋，啊拢爱还等伊啦，还准的啊，还报销的，爱无代志。大家安尼想看卖，啊，干来什么人有代志？讲阿扁有代志，阿辉也有代志，啊，其他的，咱讲啊阿辉伯啊，所以啊，我都伫遮要甲大家讲，啊，根本啊，伫这个啊会计制度上啊，因素。认为这个法
法官所被裁判呀，伊就是国民党开的判决啊，判决吼、哦，判决，这就是因的想法，因的想法，因的想讲，啊，到国民党阮开的，阮要安怎判是阮安怎判，其他的迄个事务官啊，啊，拢无代志。安尼，咱也使去设迄个事务官，咱大家去想看卖。所以啊，今日啊，要甲大家探讨啊，是啊，这个问题事先互恁了解一下讲，因为这以后可能咱拢多多少少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讲，咱爱考虑讲啊。人民的声音啦，一定爱听出人民的声音。咱要爱甲人民徛斗阵，替人民解决所有的痛苦。大家若有这个心，我看咱就是随书啦，啊，东方的啊随书啦。我看这是咱的理想啊，因为。大家啊，半时间来遮，首先啊，感谢大家吼。啊，我即马就来依照这个题目啊来进行啊。大家若有啥物问题，我希望讲我会举手，甲有这相关的问题吼。啊，那其他的啊问题，我可能无法度甲你啊答复啦。啊，如果有甲这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有关的问题啦，啊，我欢迎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拢较早拢伫学校啦吼，啊，我是二手大学吼，啊，管理研究所甲这个会计系教授，啊，伫遐退休了后，搁伫啊立足。立德大学吼，伫遐咧做讲座教授，啊，捌兼这个啊管理啊管理行业的院长啦，啊，这是我简单的。啊，那要搁较了解我的，恁大家会使去人力银行有一个一四个一的人力银行，怕你去。啊，张文燕啊，可能吼、哦、啊，伊迄个人力银行内底啦，啊，他是啊叫做名人小传，名人小传啊，张文燕啊，可能会看到我诶啊经历啊，甲我诶啊诶表达诶，他都通诶，拢会了解我吼、哦，啊，这就是我个补充诶，啊。咱即马来看咱个啊，今仔日主要个题目啊。啊，下一张。咱主要个就是讲要来讲会计制度个重要性，吼、哦。啊，过来讲一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第三步啦，就是内部控制啊，发现风险甲这个公司治理的引进。啊，过来就是讲到啊个案啊，那么剖析跟讨论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因为是安怎，咱的这个会计、这会计甲这个内部控制啦，啊，咱台湾啊，足大案件，因为内部控制了无好势啊，发生啊，这就是李丽事务所啊，员工的舞弊案啊，这那是足轰动，员工是咱台湾一个足大的弊案。啊，尤其是啊，律师啊事务所来发生的，应该这个啊
律师大家会了解他是一个一个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啦，啊，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因对会计这方这方面内部控制这方面啊，做了相当的缺失，才会来发生。啊，过来，当然这那是咱啊，博达掏空案是咱台湾的啊。第一摆的迄个真大的掏空，啊，这相当啦，咱话三十几亿的掏空案啦，这话是影响足大的。啊，过来，咱大家知影讲五鬼搬运啦，这是力霸那个王佑珍啊那个案件啦，啊，五鬼搬运啦，这那是影响足大的，咱台湾的经济方面。啊，这拢是安怎？这拢甲啊内部控制有相当的关系。啊，过来最后啊，这伫美国发生的，美国发生的，就是所谓美国往往发生，才会有做弊案。那到尾啊，因参议院甲众议院啦，啊，推出一个叫做啊，咱所说的有人讲啊。沙士法案，啊，有我们一个啊沙宾法案，啊，这个就是讲强调啊，这个啊，咱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伊拢甲列列出来，啊，这乃使个做咱的要怎啊，最后的结语啦，咱就是今日啦，咱要介绍的是有这啊的情形啊，来跟大家报告。啊，首先呐、啊，咱要来讲，先要了解讲会计制度是啥物啊？会计制度啊是啊，伫这个一般哦、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甲其他法院要求下的制度啊，各企业啊或是啊机关啊各方面啊来定出一个啊较完整。制度啊，有有关经营啊，迄、那个行政，即就是讲，咱也是啊，咱企业里面啊，咱的机关内底有两种，一个讲啊，咱讲唔是营业的单位啊，非营业啊机构的啊，一个是营业的啊，咱上直接。啊，咱啊，何顾问啊，你甲咱讲，有诶，表示核准了后，伊啊咧做民间诶生意，我咧有营业性诶，啊，即就是讲安怎讲，那照。规定你表示你是干哪啊？依照你的目的来进行，你搁咧卖啥物物件？即个拢是甲民间咧卖同款，你那是爱纳这个税才对。啊，正常是这个情形。啊，所以讲咱这个咧定这个啊会计啊这个制度的事啦，咱都爱。但是啊，非营业性的，或、就是政府机关啊，政府机关，你所定出来的制度，你的目的是伫代，主要你要定这个制度，你主要目的伫代。咱目的是要甲咱的主要目的，就是讲要互人民过得较好，咱这。定的这个制度，咱的会计制度目标，咱所定出来，就是要达到讲咱的人民过生活过得较好，咱的人民啊有家己的啊理想，爱的啊家己的发展，啊袂讲扣你抓，让咱。台湾人，咱
所甘心的就是讲啊，真济制度定了无好，这甲会计制度我有关系啊，因为制度定了无好啊，你是什么人啊？你的补贴就偌济啊？你是做什么的啊？你就有他加3%的收入，七月初一啊，公务人员加3%。啊，实际上，这就是破坏，把咱的会计制度啦破坏掉去，是安怎讲？啊，都无钱无医生，啊，伊要安怎？伊讲会杀你啦，讲来追加预算啦。啊，照讲的，这根本就是违法的代志。啊，你都无医生，你明年、你今年变变的，明年再来加3%哪好？伊讲安尼，明年加可能选举未赴啊啦，今年加安尼就好啦。啊，这就是什么情形？啊，审计部拢无声，吼、哦！啊，其他的单位也拢无声，遐叫做遐叫做事务官，事务官拢无声。这就是讲，咱会得了解讲啊，会计制度。定了无好，大家互因乌白瞧啦，讲在因乌白耍啦，啊，都反映因亏的，那是无法度伊，所以咱就无来啊啊，咱过来啊，主要咱要讲的，啊，主要啊，咱要讲的，就是讲来看。看这个啊，因为会计制度啦，会影响咱的财务的啊报道，啊个可靠性哦可靠啊，啊个直接会影响机关的决策。啊，当然咱爱了解讲，咱啊定落来，审计部单位，伊讲啊，你要开这条钱。啊，咱都无这个啊，医生伫咧审计单位讲袂杀你，那独立性根本伊敢会敢学白用？我是感觉讲，伫阿扁啊政府迄当时，一切代志拢依照法律甲这个预算制度、会计制度咧行。啊，换到马政府执政来，哦，伊要办什么？无够钱，嗯，啊，追加就好。啊，无够钱，啊，明年再个补就好，啊，是抵押预备金摕来用。抵押预备金，那家准备要开的，实际上这是要用特别事件，那家讲台风啊。啊，也是特别灾害所用的。啊，因即嘛啊，无咧管啊，我要安怎用就安怎用。真正咱大家依照这个会计制度来，甲伊这个啊审计啊制度来，根本拢无下啦。吼、哦、啊，所以这也予大家啊清楚者。吼、哦、啊，咱即嘛过来讲啊，会计制度的啊完善以后啦，有关啊。迄、那个咱这个经营发展啊，即马中央欠啊预算编落来了后，咱欠啊这个资金啊裁员啊要安怎？啊即马都啊为都发现公债公债，吼、哦、啊无就是啊，搁想什么办法来征税，哦来征收。啊！但是咱发现着讲，马政府三年来，直直咧甲咱减税啦。啊，大家有感想着无？恁大家有感想到确实减税，恁有减到税无？我看，咱大家收3600呀，大家领到3600，但是恁有感？感觉讲，恁有去减到税无？啊，
国民所得税大概有讲减减几百块，但是实际上财团所减的，实在对咱财政来讲有影响，咱唔知啊，吼、哦，所以咱无了解讲，所以咱的讲诶。这个打房房子，台北市的房子，安尼直直要来去，啊，进口车，啊，进口车吼，啊，大中港，一礼拜2000台直直入，啊，这就是什么？因为这贫富差距哈，啊，贫富的差距愈来下愈大，啊，这都拢是什么？这就是因拢无去。通盘的考量啊，财税的问题啊，这啊，拢甲这个会计制度啊的好坏拢有相关，吼、哦。啊，咱来看来介绍，这可能大家可能有诶，那读商学院管理学院出来诶同学嘛，应该我。会了解啊，实际上有的人可能离学校外太久啊，啊，无一定我会了解讲，咱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是咧创啥物？啊，咱的啊，一般的会计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就是咱甲列出来啊，差不多有这十项啦，这十项啦。就是要了解你啦，要了解会计，首先啦、啊，你就爱了解讲，咱这本会计做出来的财务报表，拢是经过这十项的无同款的选择所编出来。而且我要甲大家讲这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即卖要甲讲这个观念，就是讲。恁大家有诶少，可能叫 A 会计师所做出来诶少。咱啊，同款只诶少，搁叫一个 B 会计师所做出来即个少。两个当时啊，即个互即个做，甲互即个做，两个到尾来甲摕倒转来，即少会同款未？一定未同款。未同款的理由伫底，都是伫即几点啦、啊？为甚物未同款？咱简单讲啊，咱遮可能拢会同款哦。啊，就是讲甲即家遮都有变化啊，有变化，因为。有的判断讲，啊，这个我来提这个来讲，吼、哦，重要性这个来讲，咱听讲汽车修理厂买一个迄个工具，啊，你要甲算资产。啊，是要甲算费用开销了。那讲这个5000块，啊，是5000块买迄个工具，啊，这个工具你要甲当作费用把它咱就买来，啊，做费用，啊，甲就是用的。啊，是讲咱买来啊5000块，啊，咱认为营业都无一个月都做无几千块，啊，买5000块，啊，咱个甲算多少资产？分几年来摊？分三年、分五年来摊？安尼咱企业唔才有赚钱。啊，你呐，拢甲摊甲做。费用开销，啊，今年开了才了钱，
用这个例啦，和大家啊来了解讲，这个你对啊，伊这个开销的重要性啊。你若讲我做一年企业做一两亿的生意，啊五千块这是费用来开销，这是真正常嘛。啊，我买来虽然这个工具会使用咧三五年，啊，但是啊，伊的重要性来讲，对伊的营业的性质来讲，根本无必要来贪销。啊，你也过来用贪销哦，用折旧来贪，吼、哦，你去贪五年，还是有诶讲贪十年，安尼即个哦做啊手续，事务的手续，诶成本则比伊哦做啥？可能即个要做贪销要处理，可能爱了咧啊一点钟的时间。啊，一点钟的时间，伊即请即个员工，可能啊了一点钟，伊会使去做较重要的代志，即就用费用来摊掉就好啊，免去分摊即个费用。啊，即个就是甲大家讲啊，即、这个重要性，吼、哦。啊，我看即应该我简单的一个稍微甲他讲过吼、哦。啊，企业啊。企业个体的假设哦，个体，这就是讲，咱基本晓啦，就是这间公司啊，就是这个晓，甲私人有关无？一定无关啊！可能咱一般有的啊，较小型的企业吧，伊会安怎讲？伊讲，这间我开的，我是头家，我要用钱，哪位家领？我存钱拿存咧家去，因为会计袂使安尼做啦。会计就是安怎，你的钱甲这间店、这边公司的钱一定爱分落开。真济人有诶走去外国投资，啊，外国投资啊，因为外国有开迄个叫做啊，咱敢讲诶赌场。哦，赌场啦，有迄开迄个赌场，啊，伊即摆去上头去赌场咧啊咧跋筊的时啊，伊就落地啊，就揸寡钱啊去用，啊用到尾落地啊无钱啊，伊则讲，哎、欸，啊到我要支票啊，支票甲开出来去换迄个筹码，啊换过来甲伊博，迄张支票啊是公司的支票。真济人唔使讲，啊公司都我开啊，我开出来，我去换筹码来，这拢是违法的。我即卖咧讲，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啊，企业的个体的这个假设啊，就是讲，你的钱甲公司的钱一定爱分清，哦，你的钱就是你的钱，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钱。你袂使甲公司的钱摕来当做你的钱，但是到尾啊算出来了后，你赚钱，那因为你就有他分公司的啊那个盈余啦，哎分的这个啊红利，还是分你的这种投资的报酬啊报酬，这拢会分啦。啊，就是讲，大家爱有这个观念，因为真济人伊也无这个观念。即卖阁讲，那机关，每一个机关拢有一个校铺啦。吼、哦，你倒一个机关，哦，那讲卫生单位，加警察单位，警察单位伊那一铺校，卫生单位伊也一铺校，啊，袂使讲。卫生单位、警察单位、什么单位，拢甲做一铺销，一定无啦。这拢是甲企业拢共款，所以讲这点，你若惊讲伫什么单位咧做这个会计，你就做这个单位的会计，唔是讲你一个人做三四个单位的啊会计工作。啊，这甲企业啊共款，惊讲啊，这个老板。投资三间公司，哎、欸，
咱会发现讲有诶要想要省钱啊，我讲会计我请一个就好啊。会使哩啊，未使哩？则讲会使哩啊，毋是讲未使哩。但是伊咧做小诶时啊，一定爱划分互清楚啊。这间公司所开销的，就是这间公司的销，所以大家拢有这个习惯啊，去消费。即马要甲你问讲，统一编号，要甲你讲统一编号，你要去买啥物件？你讲哎，你要统一编号。这个统一编号啊，就是要计销的凭证啊，计销的单据啦。啊，所以管单位甲你对。所以讲，你去统一超商也好，啊，我买啊20个便当，啊，伊讲啊500块，啊，咱500块付给伊，啊，伊一定甲你们讲，你的统一编号几号？咱啊用公司的，咱公司一定要甲报统一编号，啊，摕一张。接定的这个统一编号，这间公司来报销啊，所以这就是啊，那每一个单位啊，每一个公司啊，拢有这个啊统一编号啦，这就是啊，咧计销的事啦，诶要求吼。啊，咱的假设啊，就是讲一般。少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好有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动机就是讲，我要经营这间公司，这个公司我是要直直经营下去，以后一定发展有赚钱，是不是？大家拢有这个心情，我要经营公司的时候，我这个行业，哦，我要做运输业，我认为运输业未来足好嘞，啊，我足有经验嘞，啊，伫这个运输业，所以我把资金投落，啊，这就是啥？伊是不是要直直做落？一定的。所以讲第二个条件是啊。这个继续经营的加息，就是讲我买这台汽车，买来我可能那照折旧来算，我10年来摊，哦，摊10年啊折旧，安尼我就是讲我起码我继续经营落去，啊，有人无讲要这个原则无？啊，有诶讲啊，毋是继续经营原则，迄都是一个现象。我甲大家讲，咱台湾有一个足无好诶现象，就是卖假发票。大家毋知会了解无？卖假发票啊，伊就是安怎咧？去开新公司啦，公司开咧。啊，差不多啊，发票领咧去卖一本20000块、50000块，安尼咧卖啦。啊，恁开，互恁家己去开啦，干那卖假发票尔啦。迄有诶，就是人讲抬头诶，哦，卖假发票去请一个假行号，啊，请落差不多半年、一年结束，半年就搁走啊。我有这款公司啊，啊，所以讲，起码只有这个统一编号的号码啦，啊，我有这个做咱这个啊国税局查了，我真彻底啦，所以这直直较无去啊，较，但是我那是有，吼、哦，伊干那开这个公司，伊就是要买发票，啊来卖发票。啊，卖就3-5个月就关起来，搁换走，啊，这款的，啊，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啊。
你哪里做工程的啊？是咧啊，要去买什么物件？你哪去讲买到假发票阿摆啊？迄税啊，你都保咧，较叫唔敢。所以这点啊，大家我爱啊了解吼。咱要去买采购的时，要去买的时，爱了解讲这间公司啊，是唔是啊，甲咱有相当。啊，是讲这间公司会了解讲较实啊，真实在，这也爱了解。啊，过来看，这我看大家啊，咱新台票这拢啊，哦，咱拢以新台票嘛吼。啊，假设你那是外国公司，你那会使用美金为单位来计数啊，起码无这个、有吼，拢会使的。啊，一般拢是啊。这个币值不变的假设，就是讲，咱即马买落来啊，惊讲20万买入来，咱即马就写20万。经过啊一年后，咱一年后，咱的账簿上啊，咱的簿啊上啊，即迄个簿啊上啊，那是啊20万，但是咱爱。这若钱较济，咱爱积固，咱爱提这个积固，可能存18万。啊，但是这个啊，这个20万是以原早买落来这个价值，那是要20万。啊，那依照经济学来讲啊，通常拢会贬值啦。啊，贬值一般咧讲偌济？那正常诶，伫经济学来讲啊。这个货币啊，这个贬值啊，差不多3%到5%，一年啦，差不多贬值3%到5%。所以讲，咱为什么讲提钱寄伫银行，银行会给你利息？迄是利息是咧补贴你的什么？利息是补贴你讲，你这个钱无开。无提起用，你的忍受度啦。有的人讲，利息我10万块无开，我你爱还我100块一个月。啊，10万块无开，啊，你爱还我200块一个月。某者。讲100块就好，无伊讲爱我无开，互你开，我临时无开，我爱200块，这就是利息啦。一般讲利息有诶悬，有诶低，啊，咱一般诶银行差不多，你要去寄钱，银行我会甲你讲，哦，伊要争取你讲啊，你是大客户，伊讲我利息特别好你。你甲寄到我遮，所以这利息啊，就是忍受度啦，吼、哦、啊，这就是每一个人拢无同款，所以咱啊，互大家了解讲有这个情形吼、哦。啊，咱这个会计期间啊，拢是一年，咱现在会计期间拢是一年，所以一年都爱结算啊，来做一个看有赚钱还是了钱。做一个做财务报表啊，做一个啊来啊结算啊来报税啊。咱啊是1月7日甲12月31日，吼、哦，这个会计期间啦、啊，咱大部分拢安尼啦。啊，日本啊是4月7日，啊有的国家会使讲我家己算。我公司8月7日开始，我就8月7日到第二年的7月31日，我的快会计期间，我会使哩。伫欧洲这边，我会使。啊，咱台湾啊，有一个规定啊，啊是拢是1月7日到12月31日。啊，这个啊。温敬性啊，重要性咱头有讲过啊。温啊，咱就是讲一般会计的原则啊，
拢是安怎？迄、那个估计啦，估计迄个算讲咱所发，那个讲较依照这个文件性啊，咱要安尼讲讲，未使估计收入啦，收入未使高估啊。啊，迄、那个费用啦、啊，那么会使啊，那个高估买进，这就是讲，咱费用啊可能也较济，啊收入所谓收入，咱的估计啊较少，啊这就是稳健，袂讲啊碰风碰上济讲啊，我这间公司啊，甲大家讲讲哦，我是啊，那么迄、那个。财务长或者我是执行长啊，执行长讲，我一年有他赚偌济，哦，啊，这那是文件的原则，就是讲咱估计拢掠较低一数啊，收入掠较悬一数啊，啊，但是照讲啊，现在这个啊文件这个啊这个性质啊，慢慢啊，甲咱现在。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啦，啊啊，咱简单讲啊 ，IFRS 啊，这个规定啦、啊，国际财务报道准则这个规定啊，已经慢慢啊，讲爱财务啦是允当原则，哦，未使你未使啊，这个文件上给啊，你就是报道出来讲。我这个就是啊，要应当应该甲市面上甲实际上同款，这个财务报表才是正确的。慢慢啊，这个观念我咧改啊啊，成本效率考量的原则，这个就是讲，咱往往我的感觉就是讲。咱那是徛伫啊民政府的观念，要来推广这个啊行政啊，也是咱的建设也好，一定爱考虑到讲这个效率方面。所谓效率方面，咱应该讲，咱那开一科会使做两科的效率出来。安尼对咱啊，真格较帮忙，所以唔是讲从花博讲，咱开35亿，啊，实际上效益有出来无？大家也无去管，大家也无去啊，去这个考核考核，也无去监督，啊，开开就。分刷过去啊！啊，这拢是咱会去了解啦。这我是咱哦，拢爱了解这个成本甲效益的考量哦。这啊，咱诶，公民权利法案29条啊，咱的预算啊有特别规定啊，有特别这个规定。咱诶以后编的这个预算啊，按照这个效益啦。这个一本比的大小排列，哪些能够啊对施政有贡献的啊排在优先哦。咱以后咱是要做啊一个廉能的政府啦，哦啊，和人民啊会去感受到。哦，啊，咱过来看行业的特性吼。哦啊，这应该行业的特性就是咱有的那卖冰的，那伫北部工作头到啊6个月，还是七个月，啊伫南部卖冰的做头到10个月，啊这因的贪要安怎贪？这就是行别，吼、哦，佮讲我若卖冰，啊，我若伫北部，我可能我的迄个摊费啦，我
依照前年的营业额，我就来谈每个月爱开销的费用偌济。好、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我看咱第一节课只，看后节咱继续过来啊介绍落去啊，我小困起来哈。今日立正，今日请坐啊，休困十分钟。啊，咱遮吼，